大家好，上街去买了一袋面粉，扫一趟街真的不容易啊！你看，这里全是汗水，脸上全是汗水。这个农村条件太艰苦了，上一趟街要走108000里，骑着我的破自行车28圈，至于什么牌子搞忘了。然后呢，那个自行车一路叽叽叽的响，都不用按铃铛。当然，这个自行车本身它也没有铃铛。然后呢，上街去专门买的面粉，打算来做韭菜盒子。近一段时间特别想吃韭菜盒子，但是我们这里我没找到有卖韭菜盒子的，所以今天就想自己来做一下。先准备一点开水，然后准备一个容器，倒入适量的面粉，然后倒入开水，少倒一点，烫一下面，好了。然后这个碗里再准备一点温水，倒一点酵母粉，搅一下，全倒进去。好了，面和到三面光，盆光、面光、水光，然后就让它放个半个小时，盖上一个锅盖，洗个手，待会儿去割韭菜。没有找到割麦子的刀，就用这个砍柴的刀。你家有点烫到干啥呀？这干货。走。这现在这个季节，韭菜正是开花的时候，稍微有点老，估计，不过还好。牙口比较好，这韭菜都开花了，韭菜花。最近这一两个月雨下的比较多，雨下的多，这个草就疯长，现在就是在乱草丛中找韭菜。这不是割韭菜，这是砍韭菜。好了，有这么多，够了。韭菜放到我的自行车旁边，洗个手，把面团再揉一下。好了，揉个一两分钟，然后再放一个小时。现在来弄韭菜，我的自行车被人骑走了。好吧，那个自行车不是我们家的，那个自行车是别人放在我们家的。韭菜洗干净之后，把这里面的水甩出来。然后把它晾在烧鸡里面，把它散开，把水分晾干，最好是晾到一点水都没有，这样做出来才好吃。煮一点粉丝，煮个将近一分钟就行了，不用煮得太深。倒进冷水里备用。来四个鸡蛋。双黄蛋，又是双黄蛋，还是双黄蛋，这一个也是双黄蛋，这个就相当于放了8个鸡蛋。鸡蛋下锅，韭菜切碎，韭菜里面放点油，我这个放的是香油。然后呢，我想吃一点辣味，所以我再放一点红油，然后把它拌一下，把沥干水的粉条把它剁一下，鸡蛋，来一点味精，胡椒粉，蚝油，盐，这个面皮儿擀得很薄，然后加料，然后把它翻过来盖住，然后
轻轻把它压拢，然后再卷一些皱褶，咋卷的？我卷不来，第一次做这个，是不是这样卷的？好，上锅，这个用小火慢慢煎。这个看着还行啊，告诉大家一些还不记的消息。第一个，弄焦了，因为我刚才在专心弄第二个韭菜盒子，然后搞忘了。其他几个菜是凉拌黄瓜、炒生菜，还有香肠、臭辣椒，都是剩菜。再吃一个，这个韭菜盒子这么大，饭量小的人吃一个就饱，比如说我吧，吃了一个就饱了。我在这里干嘛？我在这里催眠。我刚才在做韭菜盒子的时候，这个狗一会儿过来看一眼，一会儿过来看一眼，感觉就像一个小孩一样。好了，这个饼不烫了。我操！里面的韭菜、鸡蛋、粉条露出来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